好，这里是校长哈。这个，其实有一件事还挺遗憾的，这个快递没有一会儿拆哈。然后这个昨天他这个不小心的，别不真的就不小心他吃了一只。对，这个，我们就给你大概看一下他，我们要把它放进箱子里。对，这个箱子我是从那儿淘下来的，真的是我跟你说，最近疯狂的想杀耗子，为什么呢？很悲伤。对，至于为什么疯狂的，看图也能看出来，真的是，真的这是命啊，好吧，我的信仰啊都损坏了啊。其实我活该，对，我得跟我的手办们说对不起，是吧？我们来先掏点东西出来，对，它是有很多垃圾，对，我们先把这些有用的弄出来，对吧？以后用得上啊。像这大木块我都不知道干嘛的，本来用的是小一点的箱子装那只滑鼠，对，然后现在为什么要换大的呢？没什么原因，对，因为那小的感觉它不伸展不开，看看。我感觉我很久没有拍这种蛇的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想啊，呸，我也不想不开呀，对吧？忙啊，是吧？对不起，敲太使劲了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以后都不用铁丝网了，因为铁丝网的话，那蛇会不停地撞，撞铁丝网会导致它嘴角，你也知道铁丝网是有隔断的，有一对缝，压强大，它撞在上面会把自己弄破，给弄伤。像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要不要，要不要敲一下？把屎敲出来了。像这个48厘米大蛇，你也没有什么卵用啊，对吧？这东西我觉得就是割一下还能用是吧？还干净的，对，这个拿出来。我们来找一个废旧的板来装是吧？好的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好了啊，我们来拆这个快递哈。啊，其实都在等它是吧？这个快递怎么拆呀？哦，天哪！弄好了啊，摘出来了，就这样的啊。我买了一片白的啊，在这儿看到没有？一片白的，两片透明的啊。你们是不是看它的半透明一点都不好看？实际上它是有层膜的。对，膜摘了之后就很好看了。其实我完全可以直接用这种小一点铁丝网，但那样子拍视频你们看不出来。对，我特意为你们买了个大的板子，这种板的话拍视频很方便，直接隔着上面把相机贴在上面，就跟没有膜一样，是吧？我先把它抠下来，好吧？看，盖上之后空无一物是吧？啊，然后我们来，处理我们的蛇蛇吧。啊，好吧，一会儿还收拾屋子是吧？先把这个弄好，先不放水，先放水容易出问题。对，我们来把这个板子先掀开。我的天哪，真的好亮！你看，挺干净的，但我操，别断了。这个我买的是厚的，因为薄的对厚的贵，你知道吧？来把这个蛇弄出来是吧？听话，别闹啊！别闹，好吗？出来！天哪，你他妈的！妈的，每次跟他都跟拔河一样，我操！能不能别闹了？我操！你他妈的逼！他这个身子骨真的贼有劲儿，你看贼有劲儿。我好几次了，都是因为你，牛逼是吧？两次了，能不能消停点？你再这样子，弄死你啊！能不能好好的玩耍啊？妈的，缠在我胳膊上了，我操！妈卖逼，你给我跑完了！这蛇架给他玩得很开心，我操！别玩了，你要气死我呀！我让我把相机抠下来，你知道吧？他他妈的把这当家了，妈卖批！你他妈别弄那种蜘蛛网啊！
哎，进来，咱能不能听点话啊？别生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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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生气啊！听话，听话，听话，好吧？我操，这样很疼，手很疼，你知道吗？进去。哎，真是的。哎，我可累死我了。我靠！别撞啊！别撞啊！好吗？因为他以为这空无一物，你知道吗？我靠！我靠！别呀！听话行不行？别撞！别撞啊！别撞行不行？别撞！我操！真的差点给他顶出来！别撞啊！我的天哪！学聪明了是吧？妈的，不得不说他太凶了，我感觉我手他妈这样，明天又要去爆炸了。哈哈，你能不能这个，怎么着也是你这个，这养你半年了，还喂你吃个饭是吧？你这样对待我不好吧？啊，是吧？你觉得是不是不合适啊？哎，我天哪，大宝贝儿，你这样真的不好，听话啊。听话，好吧？他蜕了次皮啊，昨天刚吃了只耗子，蜕了次皮，这皮还挺大。好，来，啊，就是看来必须这个板子还不够大，应该买再大一号，不然的话这个板子夹不住，你知道吧？他老扑扑扑，这锅里面是全血，全是你的血。虽然我觉得你的血活该，但是真的也有我的责任哈。昨天还没蜕，你昨天刚蜕的，我看能不能抻长哈。哎，抻得长，我的天哪，真完整。嘿，昨天我就看那儿拱来拱去的，结果可能是被蜕了次皮，结果导致他，皮碎了，不要了哈。皮能干嘛使？没有用啊，对吧？这是对折四折后的长度啊，四折后的长度，50厘米有吧？我的白鼠好像开始发疯一样，拼命往外跑。我们一定要看着它，然后上面盖个东西，盖啥呀？我得去找了。折钩对它没有用，它太快了。折钩杆只是针对那些温顺的小鸡。我靠，又跑了，能不能让我省着点，我是不是得先给你关盒子里去啊？主要你是习惯这个小箱子，你看你大屋顶不住是吧？盖子就小。我先去买点那个什么，弄好了啊，先给它扔里去了，他妈烦死我了！哼哼哼，看要我怎么样？我手机这因为摔好几次了，好吧？看是挺好看的，是吧？你看他给撞的，全是这个痕迹，是吧？哎呀，我看他要想想看有没有躲避给他弄一个。我靠，疯了！得了，不怪你，不怪你，这脑子水都不敢沾，电台都不敢换，是吧？我这箱子全在准备俩。
看来还得买几个大夹子是吧，我看看夹子里面有多少，我这个有啊，我这个我买了，现在又把我这个电台弄得一团糟了是吧，找找看，有的，就这个吧，先等再轮班一天的，他妈气死我了，这个皮呀、啊、这个皮呀、啊、对不起对不起，这状态不太好，我看第一天这个花都是花，这他妈要有个月，这几条命都不够了，你要生孩子吗？什么时候生啊？什么时候生了啊？你肯定不能吃。什么时候生了他，你就得被吃了。所以女孩别生了，他生吧。需要你的孩子啊。这种箱其实不够高啊，千万不要像我们这种小箱啊。你要能像我们，你这个指甲搭一个大箱给他准备 ，OK， 完全没问题。当然他会紧啊，紧出来了我就不知道他会干嘛。对，好吧，好吧，这期节目先到这里啊。有什么想看的下期再说啊，下期我直接放绿石。我靠！不要命了。气死我了，好吧好吧，喜欢的话点上关注，我先撤了啊，我下次直接给你们看。